我是一个长期研究白色恐怖历史研究的工作者。可是，当我在面临自己所爱的人面临到牢狱之灾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居然会非常的惶恐而不安。我努力的使自己冷静下来，仔细的思索。我知道在白色恐怖的历史里面，在一个国家的法治仍然没有到达国际水平的时候，任何的法律辩护都是无用的。所以我们只做人道与人权的辩护，因为该特别法不是建立在普世的价值之上。因此我很慎重地向大家宣布，我将放弃聘请律师，不做法律性的人权的辩护。所有的人权工作者，所有把希望带到任何一个需要人权伸张的角落，都是无罪的，都是无罪的。因为此类的奉献行为将增益人类的文明。我先生带着这样无私的对人类的爱，我相信他的行为绝对是值得尊敬的。所以我决定，我要亲自前往北京，我要去了解状况，我要去营救我的先生。